弟弟，早安，怎么了吗？我最近做了一个噩梦，但是我还是睡得很好。你做了什么噩梦？就是我跟爸爸还有姐姐一起去超市，妈妈去游乐园玩，然后我发现了有那个花花的那个，我跟姐姐一起去看。然后姐姐就说：“哎呦，那个是什么花啊？”然后那个花花要从水里面泡下去，然后再吃里面的那个虫子，然后一直动，一直动。另外一朵花花也是一样。然后我就说：“我想要这个花花。是哦，”嗯，所以你看到一朵花花，它是会动的花花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要那个花花。哦啊，那这样子，这个故事有什么恐怖？因为。最后阶段，是哦，就是因为花花会动，所以你觉得很恐怖，但是其实也觉得还好，是不那是？就是最后阶段更恐怖那你讲一下最后阶段。哎。我忘了。是哦。就是只记得花花会动这样子而已哦。那妈妈去游乐园玩，那我们三个，好，你跟姐姐还有爸爸去超市逛这样子。我忘记了。哦，好好，谢谢你的反正分那享。个恐怖就是很恐怖的故事啊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。好啊，好拜啊，拜。